哎，Benny Benny，嗨，我想问你，我这边家要安装 CCTV 可以吗？可以啊，你的家已经装修好了，你可以装 wireless camera，只需要找一个地方插电，连接 WiFi 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我听说 wireless 的 camera 只是安装在比较小间的屋子，我这边家是双层排屋，会不会不 stable？现在最新的 wireless camera，我们可以连接 wireless 放大器，即使你是3层楼的屋子。信号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而且 camera 的 video 呢是录在 memory card 里面的，即使你的 WiFi 断线，也依然可以正常的 record。如果我不在家，可以看到我家的 CCTV 吗？可以的，只要你的手机跟你的家里的 internet 可以正常的 online，即使你在国外或者不在家都好，你可以 play 到家里的 CCTV 画面。除了 play 之外呢，你也可以 play back 之前的 video。看到重要的是，你可以拍照，也可以拍 video 起来作为 backup。总的来说呢，即使你已经装修好了，依然可以安装 camera。如果你对于安装 camera 方面有任何的疑问，请你在下面留言，我们会一一的回答你。如果这个 video 有帮助到你或者你的朋友的话，请你 like 跟 share。拜拜。